谢谢各位虫友的支持，我们将小超频道独立出来，成为虫虫专属频道。如果想看 Tony 和丢丢党小姐的搞笑影片，欢迎点右上方的资讯卡订阅我们另外一个频道哦。斜杠日记 Tony 和 Claire， 欢迎来到小超频道，我是 Tony。 我们小超频道又有新成员喽！这一集是逆袭虫级大兜虫，我们把它取名叫做 KIKI 的 Kiki。然后呢，它呢产地是在哥伦比亚，而它幼虫的话会要1年要6个月，让我有点吓到。然后呢，有一些人认为它化蛹的那个时候呢，很像波兰香肠。 到时候我们再看看它像不像好了。然后它最大好像是165.2mm， 所以呢，长棘大兜都是很多养甲虫的人的梦幻品种啊。然后你看我们的南洋大兜虫大概这么大只吧，还记得的话大概这么大只，这里到这里。 然后他就用了这么大的箱子，而我们长棘大兜不知道多大哦。这次我们看这个箱子就可以知道，哦，应该是一只很有分量的哦。那我把它放在旁边，给它平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样就可以知道它体型的差距了吧？所以呢，这只应该会很夸张。 然后我从资料上面看到，就是我们买回来之后还是没有那个资料、哦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它上一次来的时候呢是103克，它是103克，103记好哦。然后你看我们的南洋大兜虫，它是85克而已，哎，所以你有看到这两只吗？那个差了，如果南洋大兜虫变成了就是它的103克的话，看它的克，它的重量就可以知道它们两个相差的差距大。那我们就走吧。时间2020年3月27日，地点彩虫屋。我们小超家族又多了一个新成员喽，来去看看 Kiki 和小主人 Tony 和丢丢党小姐初次见面的样子吧。这只301周末快了。对，周末其实还要很久。啊、真的、哦。对，因为它在会末期会到很久，可能会在1年半左右。它还会再长大吗？会。哦，好大只哦！哦，好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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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我帮你量一下重量吗？在112。112。对。你看一下这里已经没几代了。看一下哦，这个是 CBF2，然后清代是153×68。所以它有几代？才累2代。 不过你在找母虫，应该也不会找到雷带箱，很难的、啊，因为通常它的雷带，你要再雷下去很难，应该说是你要找到时间刚好的很难。哎、因为南洋大兜它里面会掺一点木屑，然后再进入额外发酵。它这个是纯土区发酵，就是木屑发酵，一般来说这是发酵5、6次。那如果那南洋大兜可能大概只有在3次到4次。哦，所以它更营养的意思。对，它的发酵次数更多。 更好消化，更好消化。嗯，好。所以它还是要用它长期的土比较好。一般来说是建议，就是它已经到这个时候了，就不要再换食材了，不然它有时候会巨石混掉壳。木屑变，如果木屑增多的话，会变大吗？它会增大吗？还是？通常会变小。这边全部都是它的便便吗？对。哇，好可怕！ 大只到变得，而且它上，然后现在在它的大便堆里面乱钻，黄色胶带那个，然后我觉得它好大只，我是直接用那个养啊。哎，那如果是一个大的，最大的那个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然后它大家看，看在它的大便里面。你刚握在手上是什么感觉？我觉得它很冰，凉凉的，然后有点软软的。它刚刚呢又被挖出来了，因为本来的它已经因为发现没有压，忘记压土，所以呢就又把它挖出来，然后装回去。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毛，我觉得它好白哦。 感觉跟我的巴拉望最大的时候好像差不多吧？哎，呀，我的巴拉望好像再小只一点点。1.1几吧？1.1还是1.3？它刚刚大2泡，我就已经变成1.09了。对，它掉克了。啊，1克，掉1克，差不多。后面会差很多，你到时候它会暴走，它要化蛹的时候它会暴走，所以。 后面后面还会再瘦下来，它一定会再瘦下来，还要成蛹的时候会 Q 起来，对啊，会缩啊，对啊。你把这个拌煮的时候啊，加水或者是你们在家加水的时候，建议水是用除过滤的水喝比较好，就是可以喝的水。也对，可以。那能喝的水是最好。 所以是煮过的比较好，煮过或者是过滤水、过滤都可以，反正只要把滤除掉都可以。就像两只鸡胸，不能用你的滤嘴。对，就是你猪鸡想用什么标准，你就用什么标准对它，这样是最好的。那土的部分的话，尽量是像这样粘实一点，像这个还是有点太干，因为它没有捏紧，但是不能捏紧之后不会松开，不会散，这个就有一点散，还是可以再加一点水。 应该不会散，然后也不会滴。会有什么比较需要饲养在注意的条件？温度，通常温度不要超过28度。所以这个这要10克温控吗？不用。要温控。你如果不温控，它也会掉壳。它甚至有可能会从土里面爬出来。超过28度，温度太高就不吃。在台湾不算热，也是在它住的地方算很热。哦，因为它都这种甲虫的幼虫，通常都是居住在高山。对，它在高山的温差很大，但是都不会超过28度以上。虽然说大概热带的赤道那边，但基本上如果。 超过28度，对，那个夏天他就跟你睡觉。对啊，你就把它放在底下，开冷气跟你睡觉，要吗？如果说你有办法的话，最好是买一个冰融箱啊，然后那你们放冰水，去那个经常买那种。 我们出去外出钓鱼的时候，它不是会有这种冰砖？对，它可以重复使用。你就买个2块3块，它里面是那个冷却液的，对，它很容易冷冻，然后也比较不会对。有些温控虫真的不好看。温控虫，就是需要温控的虫。因为其实台湾的温度对他们来说太高了，像安达幼时这种，它没有办法耐热。对，安达幼时，然后还有像这种大。 豆类，如果你温控它，寿命会更长。不管是其实所有的甲虫啊，你就成虫之后，如果你让它温控，它的寿命通常会更长，都会差不多压到这样。剩下的我们就是先把虫花一些再固定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它大概会吃多久？它可能还要再吃1年半吧。不是，多久要换？对。一般来说是在2个月后换的。有2个月换一次。对。但是这个食量大的虫啊，我是建议你就是直接观察。你如果观察到壁面啊、上面啊都已经都是大便，就可以拿换。那我们就是。因为它食量很大。 你虫放进去，你就不能冲压，你就轻轻的，然后对，铺平就好。用你的爱之手，对，用手的重量就好，不要用到121就爆浆了哦。好恶哦。